这个精华呢，它有抗皱的功能，然后有一个俗称叫随身携带的小熨斗，然后平时呢，我就会涂在这个位置，这些位置精华，而且它不是很油腻，挺滋润的，也很好吸收，是这种滴管状的，你看。OK，这是我的一个精。小红书。